难想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取个名字这么难哎。吴清新、吴石兰，我的喵啥小啦？阿妈、喔，给阿妈带感觉，小孩子会那个哎。举手好听的小名了吗？干想不到，我跟婉婷想了很多个，我想的都很泡的，所以他肯定不要，肯定不要的、啊。捏，啊，感觉捏的话，他可能会被捏。你说看，好想知道你想的哪种？人家都取那种可能他们喜欢吃的食物，例如说叫什么小笼包啊、嗯，我喜欢吃麦当劳薯条，那叫薯条好了。我这都是要不然叫薯条，然后他就点点点，无多虑，就类似这种，我就说不然多多虑也不错啊，蛮可爱的啊。蔡桃贵就类似这样子没，但好像被打枪啊。我们两个也想不到什么好听的小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可能叫了就觉得很泡，简单讲就是你觉得没有那么好听就对了。女生取可爱一点的嘛，就只能取一些吴小妮这样阿 B 会喜欢。经典三声后面二声，三声二声吗？吴伟雄、吴婉雄，感觉婉雄也不错啊，小婉雄，感觉会不会拉有黑眼圈？比较好，名字有熊的丑丑的，也不能有低嘛，对不对？偷偷问一下，那你的小名是烂人吗？看你到底在公山小啦，干什么事？叫什么？我本来想说就取，就名字的话就取两个名字哦，就是可能取无忧、无虑、兔。看你爸你们是很会取名字是不是啦？娟婷、宁丽杰、静贤玲，干这几个都超怂的。用 AI 帮你想，干这 AI 我已经问过了。好听的女宝宝姓名：吴婉儿、吴思瑶，就是每周这些啊。吴思瑶、吴月星、吴雅琪，干什么？吴佳慧，你娘的，妈50年前的名字。吴月薪是要穷死啊！当实况主不用赚月薪的啊，当实况主赚时薪的、欸，一小时抖那2万，他就下班啦。吴月天500万，干的感觉5000万呢、欸，还是五亿兆？取这种烂名字。吴嘉玲、吴婉容、吴嘉木、吴思颖、吴雅涵，这嘛是怂个靠背，还是吧？你想的，你想的都好土。还查个古代的啊，查古代的。吴娇娇、吴婉儿、吴静妹、吴淑儿、吴芳华，我的娘嘞，这根本就是叫阿妈。漂亮的女宝宝姓名：吴妙言、吴雨婷、吴玄玉、吴曼婷、吴婉仪、吴螺旋丸、佳佳、小薇、妮妮、萌萌、星星、心仪、捧捧。彤彤、诗雅、曼婷、婉婷，婉婷上榜了，漂亮的，可以给我跟你跟婉婷的名字啊？另外想几个字，算一下五行笔画口顺，有意义的。看你是真的会算还是假的？我也会算，我需要信用卡卡号就好。082啊，婉婷姓什么？杨啊，木易杨。我姓无能，草字头长大都很正。千帆云以轩。熏，好，再一次，可爱的女宝宝姓名：干你娘，有差吗？多了一个依依啊，吴耀依、梦瑶、若仪、雨桐、又婉婷、静怡、雅婷，干雅婷，这妈超怂的，拜托不要再闹了。雅婷，这你都喊得出来。秋怡，我的秋晴嘞，秋怡。丹凤，干超烂的。丹凤，锦秋，没一个名字能听的。10、20、30、54090，干都很烂啊。海洋风，哈哈，海洋风，海洋风。看他取一个海，干不行啊，他就取一个什么海啊，蓝啊。还有人叫潮汐，干你娘的吴潮汐，我管你个戏啦，潮汐。还有人叫凤梨，刚才国小没被霸凌才怪，干他叫凤梨。
你已达到 GPT 的使用上限，傻小啦，还有使用上限，干你、欸，不用了。荣宣荣，可鱼佩林，可莉，可莉玩家哦，坤怡，轩尼、欸，哎，感觉超难听的嘞，吴宇哲傻小啦。还有吴敏秀，你啊，你他妈阿宙的名字的吧？都没有好听的、啊。吴心凌，哎，哦贝贝，情话多说一点，很普通。有没有什么韩剧女主角的名字好听的？感觉韩剧的应该不错听。吴海源，嘿嘿嘿，但其实吴海源不错哎、欸。我讲实在的，吴海源还算好听哎、欸。阿贤、吴娜拉、吴连续、吴海源、吴慧源、吴夏龙、吴昭英、吴哈尼。吴志安、吴海英、吴志恩，看着感觉他们的本名都没有那么好听啊。他们的 English 好像也比较好听一点。吴克丽丽、吴石原，这对吴冠杰。先想英文名字，英文名字也好难哦。娟，你很会划水又会抽烟，想几个就去给算命师看，不是直接算命，算命直接给你。可是根本想不到好听的名字啊。风谷看起来先找你脚看名字，看现在风谷根本找不到人。吴轮回，那确实是我啊。吴轮回，吴清新，吴石兰，搞不好会五十兰工商哎、欸，够好听哎、欸，感觉你们这他妈瞎鸡巴乱讲哎。啊不，还是吴同浩，吴同浩也可以啊。吴条物，吴仙吉，吴迷克夏。感觉开始取那个哎，吴秋风120000块台主，但很难想哎，刚我不知道取个名字这么难哎，会不知道要报户口那天我还取不出好名字，那会很烦哦。给你结合你喜欢这方吴胜夜市怎么样？我会觉得超烂。其实我已经分析过了，其实是我的姓氏太烂了。这个姓吴呢，太难取名字了，取什么都难听。是说那一个算命，那个被编的那个有准哎、欸，他说我第一个可能是女，应该好像说第一个是女儿，看来真的是女儿呢。紫薇斗数这么厉害啊，原来是谁会紫薇？我还记得、啊、他说这个小孩以后是玩男生的那个那一种女生哦、喔，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这样子。先帮我记住这段话，我们看等他高中的时候吧，等个16年吧。看16年、18年后是不是这样子的人？我好像问过啊，我说如果是女生会不会被欺负？他说不会，他都是他欺负别人。那我们再来验证看看嘛。16年、18年后，他是不是真是欺负人的那一个？